旗晖会第十七届旗晖之夜慈善参舞会于23日晚甲烈至文山喜来登酒店举行，约有600位政要及工商名流、社区知名人士出席，共为旗晖会筹得善款超过25万元。该晚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该会在世家堡筹建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筹募经费。该个基建计划将会为世家堡区以及邻近社区带来更多切合亚裔文化的医疗以及社区服务。第十七届旗晖之夜晚会由约克区警队步操队揭开序幕，封笛手带领主礼嘉宾入场，包括联邦国会议员詹加里、安省省议员黄素梅、列治文山市市长巴罗、副市长 Vida Spadafora、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吴冬梅、多市市议员李振光、凯丽、列治文山市议员陈志辉、廖立辉、望市市议员杨世廷、旗晖名誉顾问局主席苏潘木杰、名誉会员文熙辉、名誉会员傅永安、名誉会员卢英眼科医生、旗晖会名誉顾问潘启耀、旗晖会会长暨旗晖基金会主席何志文律师以及各董事局成员等。旗晖会会长暨旗晖基金会主席何立志律师致辞时特别感谢多年来支持该会的一般善长以及社区人士不断的鼓励以及支持，旗晖会筹建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的梦想很快便实现。今日我哋喺列治文山市喜来登酒店咧，就旗晖会咧有个37年嘅慈善斋舞会啦，咁亦系庆祝我哋37周年嘅纪念啦。咁样咧就我哋希望咧就主题咧就系、是、用蛇路做主题，因为今年咧系蛇年咧，咁就我哋期望咧可以筹到嘅善款咧大概30万左右嘅。咁我哋嘅善款嘅用途咧，就係因為我哋今年咧就會喺士嘉堡咧興建一個一站式嘅服務中心，咁樣咧就應該就會喺今年5月或者6月咧就開始動土嘅。咁就我哋今晚嘅嘉賓咧都有大概係600人會出席啦。咁就節目咧就好多唔同嘅節目啦，但係我哋最著名嘅咧就係話我哋有個紅白嘅比賽啊。咁我哋好多啲會董啊，或者係我哋啲委員啊，或者係我哋啲advisor 咧，就會分開紅組同白組咧，係施展佢渾身解數咧，去贏取今晚嘅節目咁樣。今日咧就係3月23日啦，係旗揮會咧，我哋第27屆嘅旗揮之夜嘅週年嘅慈善參舞會。咁我哋今年咧個主題咧係主要咧係第一咧就係慶祝係蛇年啦。咁所以我哋嘅主題咧係圍住咧係蛇年嘅好多嘅表演啦，就慈善嘅表演項目。咁特別咧，我哋咧就係話旗揮會咧就係咧係咧策劃咧起一個咧係一站式嘅多種服務嘅中心。喺士嘉堡嗰度咧，係咧將係醫療同埋社會嘅服務咧，係咧拼埋一齊嘅。咁我哋咧就係咧都係咧計劃咧喺今年入邊咧就可以咧係6月咧就動土嘅。咁我哋所以今晚嘅慈善參舞會咧，將會咧係集中咧向咧我哋社區嘅慈善嘅事長咧係呼籲咧，佢哋咧係大力支持我哋興建呢一個一站式嘅多種服務嘅中心。咁服務咧就係話我哋計劃咧係希望一年內咧係可以咧將呢個中心咧係能夠咧係興建完成，咁咧就喺明年咧嘅年底咧就係投入服務嘅，咁咧將會咧係咧係為不單止係多種服務嘅人士係得益啦，我哋咧係更加咧就會期望咧係為更多有需要嘅人士，唔係長者，係咧係咧所有係有需要係醫療同埋咧係社會服務嘅人士咧，係將以咧係咧為佢哋咧提供更多嘅服務噶。今晚咧就旗揮之夜，我哋咧就得到咧就各界嘅支持。咁我哋最主要嚟講，實咧我哋係為咗旗揮會籌建喺士嘉堡一站式嘅綜合社會服務中心而籌款嘅。咁呢個中心嚟講嘅時候咧，就喺300號啊 Silver Star Boulevard。我哋預計嚟講嘅時候咧，就今年咧就係5月咧就會動工，明年嘅時候咧就秋季咧就會落成。咁因為咧，我哋希望能夠咧就服務多啲嘅有需要嘅人士喺各方面。咁今晚嚟講嘅時候咧，得到各界嘅支持，而咧我哋非常非常之開心。咁啊，今晚嘅節目咧非常之豐富啦，唔單止咧就係有各國嘅政界嘅朋友啊、商界嘅朋友啊、社區嘅領袖啊，同埋好多來賓嚟到。咁而咧就係我哋亦都預備咗一個非常之極視聽之餘嘅晚上，去同大家分享。
咁我哋其中一個咧就係紅白大賽。紅白大賽嘅意思嚟講咧，就係話紅隊咧就代表我哋旗揮會裏邊嘅幹事同埋咧嘅職員，而咧就白隊嚟講就亦都係咧我哋旗揮會嘅義工啊、董事啊，同埋咧就係參與嘅。咁呢個紅白大賽咧，我哋希望能夠咧就係為個會咧係籌到咧係40,000蚊。而咧今年咧，我哋嘅旗揮之夜咧，亦都希望咧就籌到咧就25,000，而25,000咧就用咗喺咧就呢個正話講嘅時候咧，就係一站式綜合社區服務中心裏邊用嘅。我自己本我咧就係其實我就叫黃讚玉Michael Wong，咁我喺旗揮會裏邊講真係服務咗咧就有8年啦喺董事局裏邊。咁我本身咧就今次咧就係今屆係旗揮會嘅師傅。咁亦都係嚟講嘅時候咧，就喺個基金會裏邊啦，就幫手啦。同埋嚟講嘅時候咧，我亦都喺呢個個建築委員會裏邊嚟嘅時候咧，係參與。好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今旗揮會係37周年嘅籌款活動，今年咧我哋希望能夠籌到25,000嘅善款。我哋紅白嘅賽事咧，年年我哋都有舉行嘅。就係非常節目得非常精彩，希望能夠善長人中鼎力支持。我係 Peter 蔡，係 Care First Foundation 嘅 Treasurer。Thank you， 拜拜。帶嚟我哋最光輝嘅歲月，希望大家給予大力支持，多謝大家。